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草根猫啊。今日同大家入鸭脷洲行街市食海鲜，片尾亦都会带大家飞上天，高清拍摄鸭脷洲的美景。好啦，唔讲咁多啦，马上出发啦！八六蚊啫嘛，八六蚊斤，系啊，哦，几大只啲啊？唔系话睇下先，有冇琵琶虾嗰啲啊？冇喎，即系大鲈虾。大鲈虾，咦，买不如买，即系龙虾，龙龙虾，龙虾仲平过琵琶虾咯。系啊，哦，定系买条龙虾，跟住开边蒸，龙虾加条鱼。鱼睇下先，五十好似唔系好多，系啊，再睇下咯，再望下咯。呢度啲鱼又好似多啲选择，十蚊条。咩鱼？跟住后面又买条，之后买条。想买乜嘢？有咩鱼推介啊？几多人食先？两个人，两个人嘅咋？呢个瓜子，呢个瓜子好食。瓜子啊，系啦，黑瓜子。点点卖啊呢只？呢啲廿蚊两，廿蚊两。哦，廿蚊两。三零蚊嘅啫呢啲。哦，咁就要呢個啊！哦，好啊，食緊呢個。好啊，呢個啊。160。哦，好啊，等等啊，我嚟俾你。只蝦，大頭蝦、老虎蝦，有鮮貝有鮑魚。鮮貝鮑魚啊？哦，鮮貝。嗰個鮮貝好似。扇貝好似幾大咯？啲扇貝邊度嚟㗎？呢只北海道嘅。哦，北海道。係啊。都幾大粒喎。係啊。一斤有幾隻到啊？嗱，好似呢啲咁大隻嗰啲咧，就一斤兩隻。嗯。一斤兩隻。呢啲細隻就三隻八二蚊到啦。嗯。嗱，三萬嘅。大隻，我小隻，又要只大嘅試下。哦，好啊，兩隻大咯。兩隻大啊，係啊。大頭蝦好食㗎，好少有得賣嘅大頭蝦。大頭蝦，哇哇，好新玩！哎呀，哇，犀利啊！大頭蝦，哦，試下咯。大頭蝦 ，OK， 兩個人嘅話，兩個人都食咗唔多嘅。2、4、6、8隻夠唔夠？六隻算啦，六隻算啦，係啦，六隻算。點整好食啊？呢個呢個你可以叫佢整豉油黃蝦咯，白灼蝦。豉油黃同白灼，好啊。係啊，簡單啲白灼咯。呢度65蚊，收你65蚊。好啊。買低先，一條幼子啊。好。86蚊啦。好。好，唔該。唔該。
冇問題啊。你哋有位未㗎？未有位，唔緊要，安排俾你啦。咦？呢條魚咁新鮮，可以唔需要落姜喎？係啊係啊，好啊，清蒸豆姜。係呢、這個蒜蓉粉絲蒸圓貝，幫你洗一洗佢。好啊，唔該你。大頭蝦，你想點蒸？豉油黃啊。豉油黃，聰明，好。誒，同埋想要嗰個西多士。哦，好，冇問題。誒，加上。係啊，食曬先啦，係嘛？冇問題，我幫你後上啊。唔該曬，唔該曬。想問下你誒加工平時係點計噶？加工嘅話咧，係寫俾你啦。蒸啊灼咧就50，係油鹽水咧就60，即係有埋份油鹽水或者係咩60啦，係炒啦，係炸啦，椒鹽啦，就70，即係其實5、6、7，哦5、6、7咁樣，超值嘅，兩位跟依去，今次試了網上不少人介紹的陳新記，首先出場就是清蒸瓜子斑，就這樣看下去條斑落的葱都正常的，蒸的時間掌握得不錯，魚的鮮味都出來，肉也都很滑。我幾中意咧，就係佢嘅蒸魚豉油啊！咁食得出咧，就同人哋嘅豉油有啲唔同啦。咁呢條魚咧，我都幾滿意嘅。第二道加工嘅海鮮就係蒜蓉粉絲蒸扇貝，基本上每間餐廳整呢一味都係零失敗噶啦，因為難度唔算好高。咁呢一間餐廳咧都合格，帶子裙邊佢就會 keep 翻喺旁邊嘅。今次是第一次加工咁巨型的帶子啊，手掌咁大，又厚肉，食落去真系几正嘅。咁最后我哋仲将蒸扇贝嗰啲精华倒落去啲饭捞嚟食。如果大家下次见到咁巨型嘅帶子，强烈建议大家买嚟试下。50元一粒的确唔平，咁但系因为平时蒸完扇贝咧系一定会缩水嘅，细细粒嗰阵咧你就唔系好过到口瘾。如果你买咁巨型嘅扇贝咧，就可以真真正正食到新鲜扇贝嘅鲜味啦。第三道加工嘅海鲜就系豉油黄大头虾，就咁睇色泽都好鲜艳，卖相系好吸引嘅。其中一隻蝦咧，仲布滿咗蝦籽，一拆隻蝦出嚟就見到蝦頭有啲金黃色、橙色之類嘅膏狀物體。雖然蝦頭係重金屬同高膽固醇，唔應該食，咁但係我自己咧次次食蝦都好中意啜蝦頭啊！好啦，咁講翻隻蝦嘅質素啦，咁坦白講咧，蝦嘅肉質就唔係話好彈牙嘅，冇咩特別。要將啲蝦肉染啲豉油先至有個味道喺度，都係大家平時食開嘅中蝦同埋基圍蝦嘅肉會比較爽甜啦。咁但係大頭蝦就勝在多膏同埋肉厚，所以好視乎大家想要咩口感啦。如果咧你係要膏要厚肉嘅話，可以買大頭蝦；要肉質爽甜就買中蝦同埋基圍蝦。陳新記最出名就是一口西多士啦，咁一場嚟到當然都會叫一份嚟試下。西多士的外層就有少少脆，食落口咧就覺得內層都幾綿密，加埋啲醬咧，我覺得都幾好味嘅。如果本身對於食甜嘢係麻麻地嘅朋友，可能會覺得漏，咁但係本身如果你係中意食甜嘢嘅話咧，應該都會好中意食呢一個一口西多士嘅，所以都好睇大家嘅個人口味啦。飲品方面啊，叫咗奶茶同埋咖啡紅豆冰，奶茶係經典嘅茶餐廳風味啊。咖啡紅豆冰幾有驚喜，佢冇咖啡嘅苦澀啦，但係又保留到咖啡嘅香濃，紅豆仲係非常之多。唔該埋單。有個嘢飲幫你做咗餐啊！係。Total 二
234234。我俾张单我。可以，7500。整体嚟讲，今餐嘅食物质素，我觉得系好食同埋满意嘅。三道海鮮的加工費加埋西多士啊、飯同埋飲品，喺陳新記嗰度埋單就係234元，價錢都算係合理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考慮嚟試下。不過喺度都要提提大家啦，假期嘅陳新記咧真係非常非常多人啊！當日咧我去到好彩就唔使等太耐，咁但係我坐低之後慢慢都見到非常多人等位，所以如果大家想食嘅話咧，可以嘗試打電話嚟 book 位啦，咁但係有心理準備 book 咗咧都唔代表唔使等嘅。建議大家如果唔想等咁耐嘅話咧，可以揀平日嚟食啦，又或者假日嘅1:30之後嚟食咧，咁相信人咧就冇咁多，等亦都唔使等咁耐嘅。